你要干嘛？我想试试看能不能从患者的血液中提取出来毒品的成分。你要做综合介？嗯。不管他是罪犯还是线人，我们不都得救他吗？线人？你怎么会觉得他是线人？其实我也不清楚，但至少他不像一个长期的吸食者。他现在的反应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，所以我很想知道这种合成物到底是什么。 新型毒品，毒品的成分是什么？可能是卡芬泰尼化合物，再加上还没有传播，目前我们也不确定具体成分是什么。但是既然被合成出来，就必然会引发传播。那你们就敢让他转院？吕三的任务就是要拿到样品，但是他现在可能已经暴露了，所谓的转院，其实是要把他保护起来，让他留下来。我们要尽力化验毒品成分。老陆。 尽快做出中和剂，才能保他的命。梁队，好，我会派人过来保护他和你们的安全，然后想办法搞到毒品样本，第一时间送到这儿。走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有任何人跟他接触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谢谢。 走了，老陆，你直接把患者交出去不就完了吗？你又……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又给你捅娄子了。行吧，行吧，你就作吧，啊！我就是，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啊？我在这儿等你给我分配任务啊。